今天带你们来一锅小海鲜，爆出香味儿。来点我干妈做的酱，炒出红油。小奥龙，来两个猫眼螺，八爪鱼，十倍，还有一个大虾，老虎虾，倒点醋，来点料酒，加点生抽，扒了一下，哇，满满一锅。想吃的老铁给我来个双击，期待我下视频开动。太香了，来个双击，来一个满紫的面包蟹，如果没有黄我把屎都给吃了。千万一定要有黄，知道啊，老铁太有面子了。黄，肉，一天没吃饭，先来一个奥龙仔，大米饭都封到锅里了。再来一个大包头，太好吃了。来一个小波龙，他们俩都是大肉，鲜了！哎呀，太过瘾！头里都是肉，是一个蛋蛋。肥的流油的蛋蛋，特别香，一口一个海洋。别吹牛逼了，你还一口一个宇宙呢，少吹一点。里面一个籽就是一个大米，一个籽就是一个八爪鱼。我就喜欢吹牛逼，
太吓人了。来一个大鱿鱼。这个是空心的啊。鱿鱼的须须。牙齿。太好吃，太香了。汤汁。来一个海葡萄，看一下，不对，这个是海草莓。咋咬不动？你傻呀，刚才忘记下锅了，这个。没下锅。没下锅，我也吃一个吧。进来的老铁，给我一个双击，我尝试一下。我以为你牙齿掉了呢。这里面是啥味，我得尝一下。太好吃了，老公，我留给你吃。好嘞。来一个海五星，里面都是籽。这个特别香，不能吃多啊，这个吃多了会中毒，因为它是一副中药。进来的老铁想吃吗？想吃的话自带碗筷，我随时欢迎你们啊。